感觉我去的不太好，我去的中线不太好。这样的话，这个人要交治疗辅助闪现的。你看刚刚那个血量非常的敏感。然后这个站位不好站，我这个站位也有点敏感。怎么说？真的可以冲他。哎，换血，交闪，哎，没蓝了，有蓝我要一他脸的，我一他脸我被他打一下，但他血量烂掉了。等于是那下血量白掉的，在上路。推吧推吧推吧，隐约觉得下半区有点不对劲。哎呀，这个粉丝啊，不吃吗？我特意留给他的。上面点吧，一般 Q 这边 W 这边的会比较多一点。不想回啊，想打。全靠三项了，就不想打。
坏了，好烂的，被他打两下。没啥好瞅的呀，这有啥都走不了的。其实还好，还能打，有说法。要动手吗？警告一下，警告警告！阿卡丽忍不住了，阿卡丽上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跟不上。要吃催眠气泡了，太快了，真跟不上了。我这方有四条腿，我也跟不上了，是不？三卡四也，哎，有只野生鳄鱼，我操，没放，没看见它，戳一下 ，Q 一下 ，E 一下 A 带走。怎么说？土匪进野区。好走位，这走位救了他，他走位差的话死了。队友 Q 到他就死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怎么在他边边都给我遇到了？哎呦，这个！
真的吗？不是你个玩打野的，不是你个玩打野的看我 AD 啊，研究一下哎怎么抓 AD 是吧，研究一下怎么好抓 ADC 是吧，你玩打野的然后拿一句行懂了，不会到 AD 的时候玩 EZ 的，不会到 AD 的时候不如玩轮子嘛，我说实话不如玩轮子嘛，哎呦给他弹到了，听我一句劝，轮子妈比 EZ 好玩，而且轮子妈伤害厉害高一点。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啊！看来真想真要玩 EZ 也不是，哎呦我操，什么东西猫过来了？不是，哎，两个什么东西猫过来了？通了，通通通！大龙呀，什么大龙？呀呀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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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他教大招，我要上来打他。这把辅助玩的真的很好了，这把辅助。这个中线不太好。应该不需要我吧，三打四啊，感觉哥们带着推塔比较正确，看了一眼他们三个我们四个应该打得赢，而且再加上我们是有优势的，现在来吗？我的，我的，中了，不好意思，没忍住。我那第一个 Q 空了，第一个 Q 空了，然后没打过他。哎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有点搞了。两个闪，两个闪，还全身而退，把事了浮沉去深藏功与名呀！哎呦坏了！我操，好开！
我操，帅开顶级，顶级开团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